啊，你阿爸跟我讲嘛，要我吃百二嘛，我勇敢嘛，我听了足感动的，我无惊你是谁，我也无我无够。实在讲，我听你这话哦，我介感动啦。阿妈讲哦，这少年人哦，有这款善良的心，真好。我嘛奉劝咱世间人，都要参像伊安尼，有一个善良的心，人甲人之间都要有温暖，唔通学我安尼。韩师阿伯，原来你已经想通哦。嘿啦，那就处理通了啊。韩师阿伯，你的做人嘛真真趣味，是的啦。既然你能听到当时我所讲的话，那安尼是你今仔个掠鸡仔来，代表对我有原谅。不要紧，我甲你学的韩师，到时阵我会害你，吼，我必害你。我，迄别人种的我卖呢，我要家己种的呢，我再吃袂放屁呢。别人种的吃会放屁呢，知无？我不要种韩师，无我讲种韩你。免，我家己种的，我规片的。我总共一句多谢你，甲你讲啊。黑宝吼，一个尔，爱甲照顾。人讲哦，哎，查某人生囝，啊呐，身体足顺的，对不对？一定爱保护勇囝，保护好。以后吼，头风啦，脚头骨疼啦，腰脊骨疼啦，哦，迄唔好咧。所以安尼揣阮兜，出。我请一个使用人来甲恁某，电报煮物件食。咱非亲非故，为着你一时间的感动。你愿意安尼先来照顾阮，也唔过无功不受禄，多谢你啦。啊，说明咱来退药食袂好，啊，跳药啊食袂好，晓什么意思？我贴啊，结结金兰，晓。韩师阿伯，你要干嘛结拜双兄弟？阿伯叫啥啦？你不爱哦？啊，无啦，不是，咱的年龄。我今年几岁？你知无？我知影，我那袂超过。三十。阮咧寄银行的，莫讲，知无啦？你真是有这个意向，啊！我若无意向，我要甲你讲，要招你。韩师阿伯，嘿，多谢你，我来看我无去，你要以我忘年之交，也唔过我去惊外面的人，会可以为讲我是贪恁兜的钱的。哎呦，咱卖管别人安怎讲，迄只嘛吼，人哦，迄嘴细人的嘴，嘴细人的面顶啦，啊，要安怎讲水灾人啦？咱只吼，安尼伸手摸心肝哦，善良的心爱就好啊，不管啦，知无？讲嘛是有道理。嗯，好，那安尼先，就算我高攀。你要叫我大哥、小弟、大哥啊、小弟，哈哈哈！爸夫啊，大伯。啊好，别，我讲未惊看看，未惊问大。啊，这是要恁遐大？系啦。好啦好啦，紧嘞啊，行啦。啊，这行情都会吃钱。哎，哪会吃钱？会吃钱爱留嘞。我今日要甲偷个物件诶！你着穿伤济啦，只有一款咧困觉啦。啊，你乖哪呢先？已经把家己当作像犯人咧关啊咧。安尼哦，对啊，到时要着安尼先。无明仔载我叫后边那个保安，我全部卡好掉啦。先讲多些，那以后阮两个阿某着住伫遮嘛吼。当然咯，我讲我穿一间房间互恁，你看要住伫几楼？讲几层互恁啊？我总共十八楼，你要随便就好啦。大哥，多谢你，我今日真欢喜，会当甲大哥你结拜数兄弟，大哥你阁想会开啊？唔知安怎？你讲讲咧，未输我之前想袂开，拢要死种样啊？唔是啦，你想袂开哦，你阁甲钱看伤重咯，啊会靠着你家己身有守财路啊？你知吼？我无朋友咧，我感觉讲哦，钱就是朋友啦，你看，我同你阿罗袂当穿咧，为虾米？因为下底破伊啊。
哈哈哈！你破就搁开钱啊！啊，你若无想讲，你的脚若惊一个受伤呢？咩啦？脚若惊一个受伤，咱就倒几工来就好啊！啊，你是受苦着家己咯。哇，总讲一句，今仔出欢喜的，下当甲大哥结义，也搁有我这心肝仔出头，活地生，已经无啥物遗憾啊！